刚好，在这一小节中，我们开始讲解利用积极学习方法，特别是表示学习方法实现知识图谱推理的模型。我们会首先介绍较为简单的基于知识图谱嵌入的推理方法，也就是 knowledge graph embedding。随后进一步，我们关注怎样利用规则学习实现更为复杂的知识图谱推理。我们还将介绍一类称为 ontology embedding 的方法。 也是侧重于利用表示学习方法来捕获更为复杂的本体概念层的推理逻辑。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由于相关的推理模型非常的多，也是当前的一个研究热点，因此对于每一类型的推理模型，我们将仅对几个最基础的模型给予具体的介绍，以帮助大家理解其中的技术内涵。然后简要罗列一些更为复杂的模型，作为大家进一步深入学习的引导。 前面我们多次提到过，基于符号逻辑的演绎推理的主要缺点，是对知识表示的逻辑结构要求比较高。不论是本体推理还是规则推理，都要求人工定义 axiom 和规则才能完成推理。过于依赖人工，限制了知识库的规模和应用能触达的范围。现代知识图谱的一个重要优势，可以充分利用各个领域已经积累的数据。 实现规模化的快速构建，因此我们可以利用机器学习方法，在大规模的知识图谱数据基础之上，实现基于归纳学习的推理。传统的方法有利用图的结构特点进行统计归纳的 PRA 系列模型，和基于知识库中的 facts 进行规则归纳学习的阿米算法等等。随着深度学习的深入发展，基于表示学习。 和知识图谱嵌入的推理方法得到更多的重视。同时，既然知识图谱有图的结构特点，图神经网络方法也非常自然的被应用到知识图谱的推理和挖掘分析中。有关图神经网络的方法，我们将放到第八讲“图算法与图数据分析”中进行介绍。我们首先来介绍基于嵌入学习的知识图谱推理模型，即 KG Embedding。 知识图谱最关心的推理任务是关系推理。现实场景中的很多问题都可以归结于基于知库中已知的事实和关系来推断两个实体之间的新关系或者新事实。我们可以进一步把关系推理的问题分解为三个子问题，即给定两个实体，预测它们之间是否存在 R 关系；给定头实体，再给定关系，预测未知的尾实体；给定一个三元组。 判断其是否为真或假。在知识表示那一讲中，我们已经介绍过基于向量的知识图谱表示方法。与实向量类似，我们希望为知识图谱中的每个实体和关系学习一个向量表示，我们称为实体或关系的 embedding。例如，前面介绍过的卷积模型，通过加法模型定义给定三元组的得分函数，即头节点 h 和关系 r 的向量表示相加的结果。 应该在向量空间与尾节点 t 的向量比较接近。圈子一以知识图谱中已经存在的双元组为输入，并通过随机替换三元组中的头尾节点产生负样本。整个学习的过程是要使得真实存在的双元组得分尽可能的高，不存在的负样本双元组得分尽可能的低。通过多次迭代，最终为知识图谱中的每一个实体和关系都学习到一个向量表示。 有了这些向量表示，就可以非常方便地完成推理计算。例如，假如我们希望推断罗马和 Italy 是否存在 is capital of 的关系，只需要把三个向量做加减法计算即可。我们可能还希望推断罗马和欧洲的关系、罗马和凯撒大帝的关系等等。怎样评价推理结果的好坏呢？一般的做法是选择一组待测试的三元组，对每一个三元组。 用知识图谱中的其他实体替换 h 或 t，然后对所有的深层的算元组计算得分并排序。第一个指标 hit at n 指所有预测样本中排名在 n 以内的比例，mr 指 mean rank 指所有预测样本的平均排名，mrr 指 mean r e s i p r o c a l rank。先对所有预测样本的排名求导数。 然后计算平均值，当然还有其他的评价指标。我们来对基于符号表示的推理和基于向量表示的推理做一个比较。符号表示是一种显示的知识表示，一般需要人工来定义；而向量表示主要是依靠大量训练语料，通过机器学习模型学习出来的表示。符号表示的推理过程主要依靠符号匹配，更适合于需要精确推理的场景；而向量推理则是通过向量。 或矩阵计算来完成的。由于最终得到的是一个三组事实的真实性得分，因此推理的结果也具有不确定性。符号推理一般都是需要人工定义推理逻辑的，比如本体推理都需要人工定义 axiom，而向量推理本身是利用向量计算完成的近似推理，不需要人工定义显示的规则逻辑。符号推理过程本身是严格而且人可理解的。 因此，没有可解释的问题。向量推理虽然简单高效，但丢失了推理的过程，因而也就丢失了推理的可解释性。知识图谱中的逻辑显然没有加法那么简单。如图所示，假如一个头实体在知识图谱中对应多个尾实体，显然这几个尾实体的向量表示应该是不一样的。但由于 H 加上 R 等于 T 的假设。 导致我们无法对这些伪实体进行有效的区分。解决这一问题的一种思路是利用关系 R 来对头尾节点的表示进行区分。这里的假设是，同一节点在处理不同关系的推理时，可能需要的表示是不一样的。例如，张三这个实体，在计算同学关系和选课关系时所需要的表示可能是不一样的。圈子 H 通过把 Ht 投影到一个超平面上，获得与关系有关的新表示，然后再用这个新的表示进行加法计算。类似的，圈子 R 直接增加一个 MR 矩阵刻画关系空间，所有的头尾节点表示都通过与 MR 矩阵相乘获得关系空间的表示，然后再进行加法计算。圈子 D 也是通过一个动态映射矩阵。 来获得关系空间的头尾节点表示，然后再进行加法计算。可以看到，为了区分和处理复杂的关系语义，我们就不得不增加新的参数。参数越多，对知识图谱语料的要求越多，训练的代价也随之增加。因此，平衡语义的建模和表达能力与参数的多少，是设计和选择合适的知识图谱嵌入模型所需要考虑的问题。 另外一类知识图嵌入表示学习模型是以 DistMat r 为代表的基于线性变换的学习模型。与全字 e 采用加法不同，DistMat r 采用乘法，并用一个 matrix 而非一个向量来表示关系。如果一个三元组 h, r, t 存在，那么 h 的向量乘以 r 的矩阵应该接近于 t 的向量表示。其他关于评分函数和损失函数的定义都和全字 e 一样。Analog 应用类比的思想。 来做知识图谱推理。如图举例说明，知识图谱中大量存在类似于图中的类比模式。啊，比如，Sun is to planets as nuclear is to electrons。再比如，Sun is to mass as nucleus is to charge。我们可以利用这种规律为向量表示的学习增加额外的约束，以提升向量表示学习的质量。 如图所示，analogy 将类比规律转化为对应的关系矩阵表示的等式。例如，a is to b via r，as c is to d via r 一撇，那么 r 和 r 一撇的矩阵表示就应该满足 wr 乘以 wr 一撇等于 wr 一撇乘以 wr。analogy 是基于 linear map 的假设。 用矩阵 W R 来表示关系，用乘法来计算三元组的真假得分。基于类比规律转化的关系矩阵等式，则作为损失函数的额外约束，来提升关系 R 的表示学习效果。还有很多其他改进 DistMat 的模型。如前所述，DistMat 将实体和关系映射到实数空间，并假设 H 乘以 M R 等于 T。 当将 M R 设置为对角矩阵时，我们发现 H 乘以 M R 乘以 T 应该等于 T 乘以 M R 乘以 H，这就意味着每个关系都是对称关系，这显然是不合理的。Complex E 通过将实体和关系映射到复数空间解决这一问题，这是因为复数空间的向量和矩阵计算是不满足交换律的，其得分函数。 如图所示，与其他模型不同，得分函数包含了 hrt 所对应的实部，也就是 r1h、r 1、ER, r r1t，与对应的虚部 imh、i m r imt 的多重组合得分。具体的实现细节，同学们可以参考相关文献。我们也可以直接叠加神经网络方法来完成向量的表示学习。 例如，Conv1 简单的将 h 和 r 的向量累加，并转化为类似于图像那样的二维形式，再叠加卷积神经网络学习一个新的表示，并进行关系预测。已有模型 TransE、TransH、d i s m u r t 等，无法覆盖所有的关系类型，包括对称关,关系、逆关系、组合关系。RotE、e、的动机来源于此。 灵感来源于如图所示的欧拉恒等式，表明了可以将虚数单位 i 视作在复数空间的旋转。具体来说，模型 rot1 将实体和关系映射到复数向量空间，并且将每个关系定义为头实体到尾实体的旋转。通过约束关系的模长为一，将关系约束为在复数空间内绕原点旋转了一个弧度。 只影响在复数向量空间内实体嵌入的相位。作者证明这种简单的旋转方式可以构建上述所有形式的关系。此外，还提出一种新的复采样方式——自我对抗性复采样方式，能够更好的训练 RotE、e、的模型。在知图谱中进行复杂的多跳逻辑推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的难点在于知图谱本身非常庞大，并且具有不完整性。 当前的知识图谱嵌入方法还不能处理任意的对于知识图谱的一阶逻辑查询。贝塔一重点提出了一种用贝塔分布对知识图谱中的实体和逻辑查询进行建模的概率嵌入方法，其中逻辑查询的具体操作被建模成在概率嵌入上的向量化操作。如图所示，对于一个问题，列举从未举办过世界杯的欧洲国家的国家主席。 其查询逻辑可以表示成上面的一阶逻辑查询，并且可以进一步表达成 A 图中的计算图，其中点表示具体的实体，边表示逻辑操作。贝塔一将 A 图中的节点建模成 B 图中的贝塔分布，每个边的逻辑操作建模成对贝塔分布对应的转换操作，最终该查询的实体。 就是和逻辑查询计算出的最终概率分布相近的实体，还有一些利用强化学习来实现推理的模型，其基本思想是，推理的本质是一个在图上游走，并逐步找到推理答案的过程，这可以用强化学习来建模。具体的模型细节在这里就不展开介绍了。接下来，我们重点讨论一下知识图嵌入的一个重要挑战。 也就是知识图谱的稀疏性问题。尽管有很多知识图谱嵌入的学习模型，但知识图谱嵌入进入一个基本的假设，也就是对于待学习的实体或关系，知识图谱中拥有足够多的包含该实体或关系的双元组。但真实的知识图谱是高度稀疏的。一方面，对于那些常识类的知识，通常具有显著的长尾分布特点，即大部分的常识知识都位于长尾部分。 另外一方面，从图的角度来看，很多图应用的数据都具有无尺度的特征。例如，社交网络数据中，仅有少量的节点拥有足够多的连接，而大量的节点只有少量的连接，甚至有很多孤立的节点。也有很多模型关注知识图嵌入学习的稀疏性问题。例如，WRAN 模型提出利用关系对抗网络来提升长尾部分的关系推理和补全的效能。 这里的基本思想是利用训练资源比较丰富的关系，去增强长尾部分的关系推理的效果。如图所示，知图谱中的很多关系是有相关性的，例如 place of bury 与 place of birth、place of death 是相似的。通常，那些常用关系的双元组是比较多的，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些常用关系的双元组去增强相似关系，比如。 Place of bury 的推理效果，这本质上是一个迁移学习的过程。这里我们不对迁移学习的具体过程展开介绍，主要介绍模型的基本思想。W-Run 是通过一个对抗学习的过程来实现从高资源关系（即图中的 source relation） 向低资源关系（即图中的 target relation） 的特征迁移学习。我们称之为对抗关系学习。模型主要包含三部分。 第一部分是特征提取器，它的主要目标是学习到 source relation 和 target relation 的共有特征，并迷惑判别器 D。判别器的目标是努力区分 source 和 target，这就好比在图像生成应用中，判别器努力区分图片的真假一样。当对抗学习的过程达到平衡时，我们希望特征提取器能学习到关系特征的不变部分。 第三部分是一个 weight 机制，这是因为我们经常需要同多个硕士关系向单个 target 的关系进行迁移学习，但这些硕士关系的贡献可能是不一样的，甚至有一些会产生 negative transfer，因此我们需要一个权重机制区分不同关系对于迁移学习的重要程度。关于模型的细节在这里就不赘述，感兴趣的同学可以查阅原始的论文。 另外一类的稀疏性推理问题是少样本推理，也就是 few-shot r reasoning。少样本推理问题的定义是这样的：每一个关系视为一个 task，每个 task 包含 support 级和 query 级。few-shot r 指的是每个关系都只有少量的双元组，例如 one-shot r 指每个关系只有一个双元组，three-shot r 指每个关系只有三个双元组。实际上，我们人在实现推理的时候，并不需要很多样本。 通常我们只需要看两三个例子，就会知道怎么去推断新的关系。有很多实现小样本推理的模型，MetaR 是利用元学习来实现小样本推理的模型。它的基本思想是在 Meta Learning 阶段挖掘关系自身以及关系之间的 Meta l n o n l g e 在预测阶段再利用这个 Meta l n o n l g e 对关系预测模型进行 Fine Tune，从而提升模型在少样本情况下的预测效果。 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这里就不展开介绍了。知识图嵌入这个领域发展迅速，上表中列出了一些近两年的模型，其中还包括接下来我们要继续介绍的规则学习模型。当然，这里的列举也不是全部，同时这个列表也会不断更新。我们在这里也就不展开逐一介绍了。最后，我们做一个小结：知识图嵌入的终极目标是学习万物的机器表示，给定一个实体。 它的表示取决于它自己的语义类型信息、结构化属性以及它在图中的邻居节点的信息。制图嵌入就是要找到合适的方法，学习到最合适的表示。进一步，这种数字化的向量表示当然不是给人看的。我们希望基于这些学习出来的表示，进一步构建实体之间的逻辑关系，并在向量空间实现一些逻辑操作。 我们将在后面的两个子小节中进一步深入介绍。这一小节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